我是麻辣，我是柠檬。今天我们又回来到我们的柠檬试一试。今天想要试什么呢？麦当劳新说出了一个新的产品，叫 Chip and Cheese。还出了这个叫 Chip and Cheese 的 burger， 还有那个薯条，是 pizza 的，它是那个 pizza 的粉啦。所以我们今天会尝试说看好不好吃，然后再跟你讲我们的评价。Okay， so 我们先 start with 那个 burger。burger， 让你们看看 burger。看到吗？传承的。哇，看。Okay， 听说啊，那个 cheese 是在它的 patty 里面的，我们给你们看一下。它里面说有番茄什么姜，这样来，你试啊。好啊，你试给他们看。看我挤的不不。哎呦我的妈！我不要讲先啊，你吃完我再讲。哦，上面是。哦，我是叫你，哎，你出来试。哦。因为它的cheese在里面呢。我咬看有没有。OK 啦，你咬啊。我是无敌的无敌的小可爱。可能跟他的advertisement 不一样啊。果然不是。Okay， 我试一下。然后你再加去试看看。可能。我看那个 advertisement 好像有 cheese 在他的 patty 里面，可是这个好像没有。其实是有的，它有两层对吗？它的其实在第一层，在这边的，我不知道你们看得到吗？它第二层是 patty 来的。我这几个一口再跟你讲。我个人是不吃 cheese 的啦，所以我你是喜欢吃 cheese 的，所以你个人觉得好不好吃？凭良心讲。cheese 的味道真的是吃不到，你也吃不到那个，它是蛮厚的吧？你吃不到，其实真的是普通的汉堡鸡堡包。哎呦你妈！鸡堡包，来给你们看一下，鸡汉堡。哎呦你妈！对啊，对不起啊，有点难看，可是你看，这是它的 patty。这个左边这层呢是 cheese， 这边呢就是那个肉。对，给我来说的话，我是觉得普通。我觉得就是鸡汉堡啊，就没有什么特别。所以我们都觉得它的番茄也是要放不放 ？Hello， 哎呦，对呀、啊，这个呢没有番茄呢，有番茄呢，哎呦。这个可能是 outlet 的分别。哎呦我的妈！我们买的这些 outlet 可能他放的番茄酱不够，所以我们吃的觉得干干。Neither here nor neither there 啦。所以对于这个汉堡，我们就觉得。他说有美奶丝跟米奶丝。有啊，一点点，这他都给一点点啊，这是一点点。对，所以我们汉堡我们是觉得普通。现在我们要尝试它的那个摇摇薯条披萨口味的。那我们要找这个披萨的粉，在它的薯条，它的薯条就是 normal 的喽。不要打太多的，我们的。哎呦我的妈！这种有没有味精？就是摇摇薯条。怎么？你这样尝试啊？什么味道？原味。原味。是这个声音。OK， 我们已经摇了，所以来尝试薯条。所以摇了之后，你看它的薯条上面有扣这些粉，就是这是披萨的粉。哎，不错哎。很像我小孩小时候吃的那个 cheese ball 的味道。cheese ball， 有没有？可能我会放那个照片给你们看。这边，有童年的味道。
哎呦你妈！可是他 cheese 味道很重，你 OK 吗？我 OK。啊？乖。这真的啊，真的有披萨的味道。我想不出是什么口味，就是有披萨的味道。这个我就觉得还 OK， 可以推荐你们去尝试一下。哇，这个只是新加坡版本啊，外国没有啊，就现在在新加坡才有。下一个，其实这个它已经有出过了啦，它是一个套餐来的，就是说10.5块，它的那个汉堡有薯条，还有这个两个 drumlets， 它叫做 Hachong Gai， 这样讲 Hachong Gai 啊，对 ，prawn paste chicken， 哇，厉害嘞！来，你尝试。哇，看起来这样不错，好吃，炸的金黄金黄的，哇！我刚刚吃哎。哇，好吃！可能我喜欢吃炸鸡的，哇，普通。普通。没有虾酱鸡，只有油的味道。它是 juicy 哦。嗯，我比较喜欢吃的口中就是那个油味。McWing， McWing 真的好吃。对对对对对，它的 McWing 超好吃。这个就，这个是普通的。所以，我们吃了这三样，给你了。嗯。你会回购吗？你会再买吗？不会。因为麦当劳有更好吃的东西。嗯。然后10.5耶。五块，买一个。哎呦我的妈！鱼包的套餐。加披萨，加三份。神切王啊！给我的话，我也是不会回购了，因为我个人就是没有出 cheese 的习惯，这个 cheese 我也不可以接受了。我可以接受那个 KFC 的 cheese fries， 我觉得很好吃，可是这个的话，我会有点恐惧。可是它的薯条的话，你就可以尝试了。如果你们想要尝试新鲜的东西，啊，好像该就是你跟外面的吃的好像该差不多一样啊。我是觉得不错啦，他做的，我还是吃了津津有味，一直在吃。一二，OK， 老师，我们的这次的麻辣柠檬试一试就到此为止了。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。开启小铃铛，对了，所以我们发影片的时候，你会第一个被通知到哦。对喽，所以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。